咩系加大嘅靓 ？Enjoy 嗰个程度，我哋会想追睇落去。佢嗰个力度穿咗个模。最靓嘅部分系我好有自信，好多欺凌，好多排斥，好多谩骂，但我 ready。找到你人生的一团火，即使体重加大又有什么所谓呢？身形不影响我们的才华，那个 shape 的女仔都很漂亮，每一个人都很独特，给了一个机会，其实我们有权利去漂亮嘛。用加大的选美话你知什么叫做加大的漂亮，肥美人4月11号晚9点半 Bill TV。